小春，怎么了？小春，对不起，有推送。站住！哎，手机拿来！能，那管我！你拿，给我进去！你拿着。说吧，你今天晚上究竟是来干什么的？今天我只是想要对我们西部世界唯一对100%匹配的用户去做一个回访。可是刚才我正准备要敲门的时候，就看到还说，把你刚才拍的东西删掉。哎，删掉？可不能啊！删掉。你回访是吧？回访需要我们做什么？特别简单。两位只需要回答我一些简单的问题，可是有一个条件啊，必须得诚实，绝对不能撒谎，可以吗，哥？问吧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了。第一个问题，两位为什么停止使用西部世界的软件了呢？哦，等一下，这个不用回答。因为两位已经成功顺利的交往了嘛，那证明我的数据还是挺准的。哎，删掉删掉。第二个，来问。好，第二个问题，两位是什么时候发现开始喜欢彼此的呢？什么是更深入的交往？想知道吗？有点想。反正谁也不准跑。昨天晚上睡得好吗？很好。你呢？挺好的。那就好。你去收拾收拾，我做早餐。好，我一会儿出去。